接下来请收看妙香佛国彩云南线。位于云南丽江雪山之巅，远眺玉龙雪山。相传此地是迦摄古佛的道场，诸佛菩萨以愿力在此成就清净琉璃宝塔作为供养。金塔寺于2004年由17世东宝宗巴活佛发心住持，传承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教法，福佑群生。金塔寺现有建筑面积109.2亩，有东宝尊圣塔、莲花生大士、观音殿、千佛万灯殿、阿育王石柱、弥勒菩萨坛城大殿，其中标志性建筑东宝尊圣塔为一座典型藏传佛教覆钵式鎏金佛塔，供养珍贵的由第14世噶玛巴所制大藏经。集汉藏佛教为一体，大气磅礴，美幻天成。观音殿供奉观世音菩萨，千佛万灯殿，殿内供佛千尊，十灯万盏，点灯上供诸佛，下施众生，增进戒定慧，消除贪嗔痴。莲花生大士象征大乐智慧，破除贪嗔痴。左右两尊为护法空行母。金塔寺可说是集一切利众生的方法于广大的园区内，这是来自诸佛菩萨的供养，诸有情进藏集资的吉祥圣地。
天子疏云未霁翔，行云流水尽文章。文笔山位于云南丽江，海拔4350米，与北向玉龙雪山遥相呼应，形如一支巨笔直指云霄，挺拔俊秀，因而立名。云南西北噶玛噶举派藏传佛教寺院的最高学府，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文峰寺，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文笔山腹地。文峰寺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，藏语中的意思是宗教圣地及乐天福地的僧寺，僧侣曾多达数百人，规模居丽江寺院之首。相传这里的一块黑石里面藏有开启佛国的钥匙，如果要到鸡足山朝拜，必须先到此借钥匙，然后返回，再到此还钥匙。发亮的黑石点燃了朝圣者如石般坚定不移的信心，成佛之钥已然在握。12岁的释迦牟尼佛啊，这样来塑造。然后在这边呢，这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转世活佛，这就是第二世噶玛巴，叫噶玛巴喜啊。所以转世活佛的制度就由他开始了啊。所以放在这边，然后在这边啊是大师徒仁波切，那边莲师。那另外那边是第八世噶玛巴啊，那旁边在噶玛巴的右边是蒋公康主仁波切，那边是国师贾查仁波切，戴红帽的啊。然后这一张相片就是第16世仲巴活佛，因为他年轻32岁就舍报了啊。那边比较老的是第15世啊仲巴活佛啊。那我想这边就是最标准的藏传佛教的一个摆设。那前面这个那叫现曼达拉啊，就像须弥山一样啊，最好的来供养诸佛菩萨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供养，来，香花灯土果，茶师宝珠衣，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历代噶玛巴，历代噶玛巴，众巴活佛，众巴活佛，祖师大德，祖师大德，哄啊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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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嗡阿摩嘎布扎玛拉巴梅拉那拉达那格那波罗格里上班达扎沙拉呼。啊，像我们供养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不方便有香啊，但是各位叫观想，像哥这几天在云南昆明看到很漂亮的湖啊、洱海啊、山啊、云啊，甚至各位今天去那个大金塔，对不对？那个大金塔第一期工程就是还没有贴金，用了1600万人民币啊，那后来又贴了200多公斤的金呢啊，那个金钱我就没问了啊，所以非常庄严。那所以你看到这些，你都可以放在你的脑海里面哦，供养供养啊，造塔啊，这风景啊，各位今这几天吃的那个菌啊，好不好吃啊？你都观想啊，把这些最好的观想啊。所以来供养所有诸佛菩萨，这样以后我们保持一个非常虔诚的心态啊，或者说前面有个曼达拉，你要观想哦，所有的整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充满黄金珠宝叠得高高的，
这样来献曼达拉来供养诸佛菩萨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站在汉传佛教，他这样做的目的，他就是要我们能够训练好恒顺众生。你要以这样子的虔诚来供养诸佛菩萨，来尊重所有生命，来爱护所有生命。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很大的差别。藏传佛教它叫喇嘛教，就是以上师为主，一切一切都供养佛上师。那各位是汉人，除了这个虔诚，那我们还有汉传佛教的精髓是什么？服务众生啊。所以汉传佛教重的是老人院啊，孤儿院啊，怎么去超度啊，放蒙山啊，啊咽口啊，啊这比较重。所以我想汉跟藏之间各都应该融合，这样你才会有福报啊。所以刚好文峰寺他们就属于在汉藏之间，所以他们两个就比较融合，融合就好一点，就是福报会大一点啊。所以当我们来讲，我们以小乘做基础啊，但是呢学习对三宝的虔诚观想，但是更重要的恒顺众生，以这样来对待别人，关心别人。千万不要，我有发觉一些状况，有些人看到上司哇像老鼠一样拜下去，那回头不要挤我那你就错了，你不知道那个就是佛啊。因为文殊菩萨经常说，我化现成老人，化成病人，就是要让你有机会去布施啊，你不懂对不对啊？所以老和尚这些虚云长特别交代，任何一个老人病人都是佛菩萨的视线啊，一点都不能够疏忽他们，所以这样来上供下舍。好，阿弥陀佛啊，各位可以在这边拜拜佛，发发愿啊，很重要。这边的诸佛菩萨历代祖师传承的加持啊，让我们不退转这样。那这边有一个法座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是中巴佛佛的法座，是每一位他们都会用一个法座。就像各位，你在心里有没有一个法座啊？你老公啊，你儿子啊，你就放在心里一样了。那在修行，各位一定要在心里面有一个法座，把你的上师放在你心里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上师可以很多位，按照上师的心啊思想行为来过我们的啊日常生活，这是很重要，所以要这样来依止上师。好，阿弥陀佛。2009年，文峰寺在山门前起建一座高11米的菩提塔，为在藏传佛教中有重要意义的神山古寺增添了新的圣迹。菩提塔是如来八塔之一，是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悟道成正觉，引圣王在世尊成道之金刚座旁建造，也称降魔塔。位于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，东汉时期即有关于纳西族的记载。云南省为纳西族主要聚居地，纳西族占云南总人口的 95.5%， 主要集中地为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。崇拜大自然万物的纳西文化中，将此地的玉龙雪山认为是保护神三朵的化身，
是一座圣洁的神山。玉龙雪山是中国最南的雪山，皑皑白雪，千年冰封，十三峰连绵，宛若一条玉龙飞舞，气势非凡，因此得名。山势陡峻、雄伟异常的雪山，现在修建了缆车，几分钟时间，海拔高度拔升1141公尺。随着高度升高，视野越来越开阔，两侧山岩从苍翠欲滴的绿色渐渐变成灰黑岩石的地景。缆车在海拔4506公尺的观景平台停了下来，山上气象万千，缀满白雪的连绵峰群近在眼前。山岚袅袅蒸腾，缤纷的风马旗在冷冽的风中飘扬，传递着神神不息的祝祷。雪山的融雪流经2400公尺后，从石缝里泉涌而出，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纳西人。涌泉源头现在是流水潺潺的保护区，称为玉水寨，位于玉龙雪山山脚下，山水相依，风景秀丽，是纳西人心目中风水圣洁的宝地。泉水源头设置了一座8米高的塑像，是纳西族中统辖大自然之神，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感恩自然等思想。玉水寨同时是纳西族中部地区的东巴圣地，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，因东巴教而得名。东巴教是纳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，信仰万物有灵。
在一片碧蓝天空下，舒爽的春风越过绿油油的大地，如佛陀垂下双手轻抚万物，唤醒无垠的盎然生机。穿越过层层林木后，来到了静谧又温馨的坎顶护生园，位于屏东县淳朴的坎顶偏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。在这占地约6分6的净土上，养育着许多的无命，拯救过无数刀口下抢救来的动物，以及遭人虐待遗弃的可怜小生命们。放眼望去，整个坎顶护生园区内，动物们的活动空间皆属开放式。一只只小鸭和大白鹅悠闲地漫步在广大的绿池边，有的在池旁梳理羽翼或互相嬉戏，有的在水上自在悠游。可爱的大白兔们自从由室内空间搬到户外后，有效地大幅降低了生病率，更激发其活动力。来到狗儿们的活动区，无论是幼犬或是成犬，一见到人群便奋力摇尾，伴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声。此区除了有成犬外，还有不足6个月的幼犬，以及出生不到3周嗷嗷待哺的狗仔们。猪舍里贪吃的猪只们大口吃的满嘴都是，不亦乐乎。动物们徜徉在舒适安乐的氛围，呈现一片祥和的天伦图。天地有爱，人间有情。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，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生园，动物们的桃花源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现在梯子掉了，啊！你们怎么不换梯子？换还要买，还要钱。不能申请的。申请，尽量不要花到钱。哦，帮协会省钱。对啊，这护士年纪哈。对啊。有什么收入啊？要我今啊，今年要落雨了，安尼拢落过拢飘。
所以无过袂当阿好。袂当阿好，你讲较水，爱讲嘛嗨。啊，这草滴会消化吗？哦，最好消化。真的哦。有天为主啊。哇，你在喝水呀、啊？夏天哈、哦，然后做舒服的，我看。是啊，那个地头摊的水。啊，你看这下多嘛，冷啊，做舒服的。还是舒服啊，是咧家咧做辛苦。做舒服的，比较冷啊。不是啊。我本身较早是一个养猪户，伫个迄阵饲猪的过程时阵吼，咱嘛有接触佛法，吼啊接触佛法就听师傅讲的讲啊人生难得啊佛法，对，就是讲咱出世做人都无简单啊，要听闻佛法也阁不容易，对，咱算得讲有听过佛法，啊了后咱做了这道，咱嘛感觉。